都不知道跳下去以后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离他还有两三米的距离，人就沉下去了，也潜到一米左右的位置，就我的肘子兜住他的下巴，放在我的身上，然后我就仰泳往岸边游，游到快到岸边还有十几米的时候吧，一个姓陈的瑞士市民就一起跳到水里面，跟我一起把他营救上来。15分钟左右才还的，那应该是最终我受的阻力是最大的。第一个体能，首先就是一些专业急救专业措施，心理承受能力，不高也跳。下一次60米，再下一次100米，你跳不掉。再让我碰到一次，还是一样会救，毕竟是一条生命。